过气的女明星。我在里面饰演来自新加坡来到台湾学刮胡烤鸭还有认识美女的叶洞煌，可是却因为卷入了这个 ATM 的盗领案变成嫌疑犯，而开始我的这个冒险之旅。我饰演的是一个很精灵但是又单纯的一个天才骇客，他假冒了学历然后被赶出腾盛银行，过后就来台湾做一个测试，结果被卷入了这个盗领案。原本是来这里度假，以为有哇好美好的未来的，那结果就被警察追，被黑道追，然后又变成这个台湾。我在剧中饰演的是一名记者，那其实本来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啊梦想一直在努力，但是我也是意外的卷入这个，其实是2016年台湾真实发生的 ATM 盗领案件。那在这里面帮助他们逃亡也好，抽丝剥茧也好，可是同时又要兼顾正义与法律的这种道德标准，所以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期待。我在里面饰演佩斯的堂哥，那同时也是一位非常热血有正义感的冤警。开始，请问新梅姐在剧中饰演过气女明星，请说出一位演艺圈过气的女明星是谁？蓝心湄啊。对，请说出新梅姐三个优点。十，美丽大方善良。十五，请问佩慈你们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倒过来念。哇，你厉害啊 ！K O， 编着我样怎？编这，哎，不对啊，你那边编那里？请问我那个当特工要跟新梅姐合作，内心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兴奋、开心，因为从小听他歌长大。请问俊雄最想撩佩慈的一句话是什么？你要不要来新加坡？好去新加坡干嘛？你讲清楚。剧中新梅姐结交小鲜肉好友，请新梅姐说出私底下心目中的最佳小鲜肉。我的俊雄啊。月晴，请问在座的前辈中最佩服哪一位？为什么？最佩服来新梅姐，因为为什么？因为到现在还是一样如此的对演艺事业有热情，对表演有热情，这很重要。请问佩服那狗仔偷拍时对讲台记者讲什么？干得好！等一下，我说的是什么？等一下，完了。请问俊雄，请用一句话撩新梅姐。他说我是臭豆腐，为什么？就很臭啊，这样对吗？对，那刚刚有加了一个，你们不要想歪哦。他就说我很滑，对不对？对不对？对对对对，外是浓郁脆的，然后内是柔软绵密。请问荣欣和在合作时觉得跟谁最没默契？默契十，没有默契，没有默契，应该是龙大哥。蓝正龙大哥，因为跟他戏份非常少，然后我每次跟到他就 hello 拜拜。几天大？46、41、54，你算啦。42。哎，直到现在还没数完。是不是跟谁在讲话的时候，他扰乱了我的？黄俊雄不回 IG 私讯。气死我了！那你都对啊，你都传什么？就传裸照，他就已读不回啊。没有，因为是这样，因为他们很会用现实动态，然后都拍得很有趣，所以其实你很容易想回复嘛。那有的时候可能看到他们拍一些有趣的东西，你就会说哇，哈哈哈哈哈。因为一开始认识你也不好意思说啊你在干嘛或者是什么这种比较聊天性的话语。然后后来跟他变熟之后，我真的忍不住，我还先跟吴月琴说，哎，他会不会回你 IG 私讯？有吧，他都不回我，他是不是觉得我演不好，还是讨厌我，还是什么？那我后来我就说，那你就我要问他嘛，我就有问过你。然后我想说，好啊，那就变熟，我就去问他，我说你是不是都带回 IG 私讯？然后我本来想说，大家都是艺人，会讲很漂亮的话，他就说不是啊，那你每次回你就写哇，哈哈哈哈，我要怎么回？那你没有问我问题，问我问题。我是比较直的啦，然后我也不像戏里面，因为戏里面我是这些高科技的、都很懂，但是其实我是比较电脑白痴，所以这些东西我都比较慢。然后我要 po 一个 IG 呢，可能都要花3天想啊，然后就很慢。我其实很想加入新妹姐约他们的局，但是我就是今天开始啊，还是现在约？对对，我们今天晚上就大家就会不醉不归，对，不醉不归。不准吐，其他都可以。我的戏里面的家很小，对，非常非常的小。然后
跟他那一次他是第一天来我的家的戏，我跟他不熟，因为我跟陈罗宾已经熟透了，都是可以这样，就是现场在那边换衣服啊这样的。可是那一次有两场戏没有我，我就躺在那个拍不到的角落，我就躺在那边眼睛眯着，然后我就看那个服装师男生哦，就说那这是你这现在要换的衣服，然后我就听到俊雄说可以请你们出去一下吗？那他要一个人在里面换衣服，而且那个人出去了以后，我在想说他会不会叫我起来也出去，你知道吗？男生换衣服，我们女生都在点他咖，就在走廊就换衣服了，他还要进来里面换衣服，然后那两个男生出去以后他还锁门，然后我就想说他该不会是要对我干嘛？真是懂事啊！正自己在幻想的时候，就听到这样拉链拉下来，唰，出去下去，一起刷他的声音，然后就用眼睛在偷瞄，他就躲在一个角落，这样躲在那边，因为我在那边睡觉，他就躲在角落这样。你不知道我在啊？你不知道我在啊？知道对不对？没有没有，我好像开始不知道，然后看到他的时候也不可能叫心理警示器，然后我就好像用那衣架，然后就躲在那对，他就躲在一个角落，就希望他没有发现，让他被发现。为什么啊？对啊，你是有什么地方比较没有啊？怕人家看到还是你乳症还是？就我觉得俊雄本身就比较保守了，所以你不敢在。演员不是都会在马路上，但是我怕你不敢看啊。我不会啊，他有看到。是啊，他怕你看到了，马上爱上他了。我不相信你是在看。现在看一下，不相信。对，我们听不懂，听不懂，要怎样才爱上？你可以示范一下嘛。他们在新加坡也是演员呢，没有在马路边。他每次宣传都穿秋冬装，真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我就问你穿太多了。是最新的衣服，最新的。我想想看，佩慈，我刚刚真的很认真想，但我实在是想不到佩慈除了很热情，每天晚上会密我赖之外，给我讲，你要讲什么？没有，他其实是一个很认真的演员，他就是会跟我分享他的表演上面的情绪。你可以把内容拿出来吗？我没有每天吧？没有了，没有，开玩笑。最多一次连续三天吧。我觉得这部戏非常难得，因为两地一起合作，花了很多心思和精力，也。熬了很多个月才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然后有两地非常棒的演员们，我觉得我们这次擦出的火花是非常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觉得来到这里跟台湾艺人合作，然后主要真的是跟佩慈和新梅姐的那种默契、那种亲密是很特殊的，是很难去怎么讲表达。对，是可遇不可求。小情小爱的电视剧我们都看多了，这是一个跨国际的一个合作，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国际性的一部作品，然后很有国际观的一部作品，不会输给好莱坞的那种连续剧。然后我要讲的是这个 cast 是一个极梦幻的 cast， 应该已经不会再有这样子的这个。卡斯在一部连续剧里头，我自己可能都比观众还要期待。错过这么难得的合作机会，这么精彩的内容，其实我们剧里面发生故事，你们身边每一天都在发生，所以其实我们在演的时候，同时我们也是在演你们的故事。除了希望大家关心以外，真的错过这次，下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定可能会有，但我觉得真的要等到小这个卡斯70，对，我们就看小亮是70大寿的时候会不会再有一样剧作，对，梦幻卡斯，一定要把握哦。观众在看的时候，希望你们可以就是多花点耐心，然后好好因为这整个故事非常的就是复杂，然后我觉得只要用心去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精彩。